PS5 的二月份会员游戏真不错。首先，《地平线：西之决定》发布了一年之后进入了二档库，《无主之地三》也入库了。这是一款有中文配音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，《铁拳七》也入库了。这款游戏我之前买过 Steam 版，史低30多，但是在 PS 上没这么便宜。入二档库的还有《黄牌空战七》，这是 PS 平台为数不多的飞机游戏，《生化七》也入库了。之前它进过精选集，《绯红节系》也入库了。虽然不知道怎么玩，但貌似是一个有名的不错的游戏。下面说说三档试玩库。首先，发布三个月的《战神五》入了三档试玩库。PS 的三档试玩库可不是一般的体验版，它是完整版，只不过只能游玩有的两个小时，有的三个小时。其实三档试玩库还是挺有诚意的，比如还有屁娃，这叫《女神异闻录五皇家版》，这次还多了一个空手道，上个月还加入了去年新发布的《最后生还者一》的 PS5 重制版。本来我是想买的，但是我试玩了之后就不打算买了。PS 的三档试玩库可以让我们少踩一些雷，种草了可以通过它来拔草。今天是2022年2月21号，今天上午9点之前，在会员的游戏目录就可以查看了。虽然游戏不错，不过不知道该下哪个。上个月还有好多游戏都没有下载，你们会下哪个玩呢？